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新一期的嘻哈萌宠联盟。一般家里养狗的应该都知道，一旦家里来了朋友或是远方亲戚，刚开始会特别警惕，并且狂吠，处处提防着这些陌生人。但是为什么狗狗会对刚出生回家的宝宝没有这种排斥呢？其实原因很简单，其实狗狗是特别聪明的动物，它能够很清晰地判断出宝宝在这个家的位置。它发现主人面对这个小生命都是爱护有加的，更加温柔地抱在怀里，自然不会犯傻到还去对这个小主公做出排斥行为。相反的，狗狗对于这个小小的不会伤害到它的宝宝也很喜欢，并且宝宝的身上还有主人身上的气味和奶味，也让狗狗。视频前的你，如果存在房事时间短、勃起无力、硬度不够、中途疲软、阴茎短小、虚汗、阴囊潮湿、肾虚引起的腰酸背痛等男性问题，可添加中医老师微信8783400，中药秘方调理，对症下药。记住中医老师问诊微信8783400，海内外患者朋友皆可免费咨询。反应也许就会伤害到宝宝了，所以养宠物的主人们在有了宝宝之后，一定要格外注意宝宝和宠物之间的相处，不仅要培养他们的感情，也要适当的注意他们的安全。好了，本期就到这，期待你的留言和评论哦。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容，点个赞关注一下。